您可以在罐子里造雨，去帮助孩子学习天气。您需要一个玻璃罐子、一个盘子、水和冰。把水加热，直到冒出蒸汽。把它倒入玻璃罐子。再把盘子放在罐子上，等几秒钟后，孩子可以把冰块放在盘子上，然后他们可以看见发生了什么。您可以解释，当水变成热空气上升，碰到冷盘子时，就会凝成水滴，再落下去。然后您可以说，这就是如何造雨。水在空气中形成云层，然后转成雨滴落下来。这个活动帮助孩子了解雨从哪里来。